上，看着啊，170多斤大老爷们啊，站顶上了，看着没，老铁们，站上了，撒手了，看着没，鸵鸟蛋坏没坏，朋友们，拿出来过来，来让老铁们看看鸵鸟蛋坏没坏。完了，踩漏了，踩漏了，哎，逗你玩呢，咋地没咋地啊，老铁们，看看坏没坏，看鸵鸟蛋踩没踩坏，踩没踩坏，看看啊，上下左右都给你们瞅瞅，坏没坏，没坏吧，170来斤大老爷们踩上它都不坏啊，狠不狠这玩意儿？就这玩意儿厉不厉害，硬不硬实？你在咱家买种鸟？妈下蛋了，下蛋了，妈下蛋了！你快去接着去！哎，你等会儿再下！哎，你憋一会儿，你等会儿再下，你别着急，别着急，你等会儿再等他进去再，哎，让他给你接生！哎，妈下蛋了，下蛋了！这家伙这扯不扯？直播下上了，妈生出来了，看着没？下蛋了，快给他接着点！妈吓我跳，我这一听声就是使劲呢，吓出来了。刚下的呀，还冒热乎气呢，憋不住了，憋半天没憋住啊！现场下一个，这看我直播播激动了，现场给老铁们表演个生蛋。